之前传闻张丹峰和经纪人毕莹的关系暧昧，在王宝强这种前车之鉴之下，吃瓜群众对经纪人这个职业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。现在一贯以宠妻出名的张丹峰出了这样的一个传闻，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张丹峰给经纪人庆生的这个微博看起来还真是太甜蜜了，当时大家就闻到了不一样的气息，纷纷在评论里提醒张丹峰对老婆要专一。舆论发酵到了现在，先是红星出来回应，表示经纪人和张丹峰的关系他都知道，但是这时候的张丹峰一点表示都没有。直到今日张丹峰工作室公开发声回应，张丹峰才发声说合作无间行行行，你们合作无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，经纪人穿着浴袍就去你的房间，这不管是什么圈子什么工作都很难让人理解吧。红星接受访问的时候表达了这个经纪人还掌管着张丹峰的钱，张丹峰出门习惯了带他就不会带钱包了。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这个工作室法人代表竟然是毕莹，一般的工作室老板不应该是艺人是老板吗？这个经纪人是不是有点权力太大了？既是工作室老板娘又掌握着财政大权，张丹峰红星都是在给他打工，红星说他的工作能力好，可是看见工作室危机处理的情况真是一言难尽。辟谣的时候工作室告了一位微博粉丝只有2000的路人，还故意截图人家的个人主页，人家发的自拍也没有进行打码，名誉维权是正常的，可是工作室海特了三个用户，却独独把这个路人博主的主页挂出来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博主海特了毕莹，让他本人气难平。这个经纪人的素质看起来真的不像是工作能力很好的，反而像个粉丝成为了爱豆身边的工作人员，那种兴奋和小得意都隐藏不住。当大家对他产生质疑的时候，他就爆出骂了路人。但是你看红星对待网友总是一副温柔善解人意的样子，很温和地回复着大家，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。经纪人的头像相册也是一个宝藏，之前的头像无一例外是嘟嘴自拍，就像是那种劣质网红的画风，可是红星就是一些比较大气端庄的照片。现在这个头像的原图还是和张丹峰拍摄的一张平面照片，两人的品味和素质都可见高低。这个由毕莹执掌的张丹峰工作室回应这个事情发出的声明中，把这个经纪人文文小太阳的爆料用一个红字的假字就想辟谣，却没有否认这个经纪人的身份。可这个经纪人文文确实是张丹峰的前任经纪人，15年毕莹刚毕业就加入了张丹峰的团队，这时候文文还是张丹峰的经纪人。16年9月后这个经纪人就没有更新过任何关于张丹峰的微博，从粉丝他和张丹峰粉丝互动也可以看出，那时候毕莹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了，不然粉丝也不会知道这个人。所以这个经纪人毕莹仅仅用一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助理变成了经纪人，这个上位速度是在眼必拉拉升职记吧。这一年的相处时间前经纪人能看出点东西来也不奇怪啊。而这个前经纪人也说过，如果觉得他说的是假的可以去告他。前经纪人正面刚也是有点护，小八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就是前经纪人的爆料是有可信度的，而红星本人也承认过这个经纪人穿着浴袍去房间。毕莹确实和张丹峰关系暧昧，可他紧握着张丹峰的财政大权，张丹峰也没有要换经纪人的意思，表示两人合作无间。